还有我们今天算是主角哈，南乐街的我们李靖国典狱长，还有我们台南邮局的李，同样姓李，李局长，啊，当然还有我们很多的嘉宾，刚刚包括我们的矫正机关首长，还有主管，还有我们不管是根宝台南分会，还有我们的荣官，以及中华电信，还有相关的表演艺术坊，还有一些学校校长等等，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是我非常感谢社会各界这么热心来协助我们监所，那今天这个见面会这个谐音取得也非常好我们这个常常见面要多多联络我们的干拌面礼盒，还有果果派对果干雪 Q 饼这个是甜点礼盒，都相当有名，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监所的作业寄信也是算广义的教化，在我们实务经验里面，一个受刑人踏出围墙，怎么样让他可以顺利的社会更生，大概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家庭的支持，就是他的家人不要放弃他。另外一个就是就业的稳定度，那当然要就业要稳定，就是要有一技之长，所以我们各监所就是有一监一特色，甚至于一监数特色，也就是要培养我们收容人的一技之长。那大家也都很越来越重视食安、食品的安全，在监所的东西自营作业产品，我跟大家报告我们都先有寄信班，寄信班里面要考证照，考取证照的时候，再从这个寄信班的学院里面择优到自营作业产品的部门来，产生这个我们的自营作业的一些优质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讲，尤其南部大家知道屏东迁移的酱油，我在屏东迁移109年到111年这两年期间，他们的酱油供不应求，尤其是岁末年终这个副议长啊、民意代表一定就是1000饼陈年酱油。我说1000饼我们没那么多，我们算过顶多600瓶了，其他400瓶是不是搭配甘醇酱油？不要说一直买陈年酱油，陈年酱油真的要365天了。外面的陈年可能它6-7个月就算陈年了，但是我们是不打折扣的，所以我们监所的自营作业产品讲究的是品质。那我们这一次监所跟我们邮局的合作算是创举我想可以结合我们的智慧物流，还有邮局的便利的平台，那让来邮局洽公的民众，看到监所有这么好的产品，他也可以来订购，来送给他的亲朋好友，让社会的各界更了解说，受刑人不是进去监所，把他关起来就好，也要给他很好的纪律训练，那这个我觉得是达到非常好的行销。再次也感谢我们台南邮局还有我们总部的我们副总赖副总等等委员有很多都过来支持我想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会让收容人知道说社会没有放弃你们，你们最好的回馈就是出去社会好好重新做人，然后不要再进来了你感受就是说总是失去自由嘛所以我们感谢再感谢，因为有社会的各界资源的协助，我们才能够教化可以顺利的推展
那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结合啊，不是空前呐、啊，但是希望不是节后，我们可以继续啊，在各方面都可以来合作啊。那大家也代表署里面啊，感谢我们监所同仁的努力，还感谢社会各界啊公益团体的一个协助帮忙。再次的谢谢大家，也在新的一年里，预祝大家身体健康，龙年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中辉堂署长，感谢。